Hello，今天我又要飞了，第一次飞长途。这一次呢，我去的是摩纳哥。那我们呢就会先去杜拜转机，然后就去摩纳哥。然后啊，我第一次坐长途飞机的头等舱，好漂亮哦，让我带大家看一下吧。有个很漂亮的镜子哦 ，Hello， 然后可以看电影，有一大堆零食，这边有好多好喝的饮料。旁边的乘客，这里是有个门可以关上的，这就是别人家的，不是家，别人的门。这个飞机还有楼梯呢。这里是飞机里面的迷你吧，有一些吃的东西，水果啊，很多的饮料。然后这个洗手间超级大呢，而且这边可以挂衣服，这边还可以洗澡呢。他们有送一个睡衣，换睡衣了，好漂亮啊，而且很舒服。那个叔叔手上的茶壶很像阿拉丁神灯哦，就是这个阿拉丁，他那边又拿着一个，哈哈哈哈。哇，这个晚上天空上还有星星呢。关门了，拜拜。妈妈说上飞机一定要面膜，所以我现在敷面膜了。还有六个小时才到，所以我现在准备要打游戏。去转机，这就是杜拜的天空。哇，杜拜的机场好大哦！我们现在在头等舱的餐厅，完全看不懂哦。现在连旁边那个姐姐都不能问了，因为她都不可能看得懂的吧。哇，早餐来了 ，pancakes， 还有 waffles。让我来尝一下 waffles。哇，好脆啊！好吃。然后我叫了一个椰子燕麦粥。哇，香浓椰子味。来了，终于，我要了一个汉堡加薯条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巨型的包比我的头还大。薯饼，这个是什么嘞？这个什么叫 beef hummus？ 啊 ？beef and hummus。什么叫 beef and hummus？ 什么东西？说说吧，你们说。这一群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。早安，现在我起来了，身边是 Dora 依依，她呢现在帮我化妆，因为我们快要下飞机了。
自从上次有过画一个小时的经验，现在我已经不怕了。一边化妆还可以一边吃早餐。哇，早餐第一个是鱼子酱呢。这个是要用一个小包抹一些鱼子酱，再抹一些酸的东西，再抹一些蛋黄，再抹一些蛋白，再抹一些葱。尝试一口，怎么所有东西都这么好吃啊？这个是番茄汤，上面还有一粒一粒的番茄哦。哇，我没吃过这么小的番茄。这个他们说叫做鸭肝，鸭的肝，我也没吃过。让我来吃吃看鸭肝。搞笑呢，我还是吃旁边的火腿，还有青菜，还有那个梅酱好了。哇，这个主餐太大了吧！啊，这个是柠檬鸡腿。太好吃了，化完妆啦，可以准备下飞机。哇，下飞机了，他说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。 马克叔叔在前面帮我推行李。 Hello 马克叔叔马克哥哥，我们刚刚下飞机，但是在 Nice 我们需要去到 Monaco 就要坐直升机，现在去坐啦，我第一次坐直升机。哇，直升机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哇，好快的呢。先来跟直升机合个照。哇，我坐在前排呢，飞机是叔叔。准备好可以出发了。嗨嗨，我到了，我到酒店了，你看后面好漂亮的。第一次长途飞机之旅结束。